现在有这个羊苗啊，这喝尿的组，喝尿组，这是日本人发明的。日本人，人家Japanese no good because 啊 Japanese always anywhere pp 日本人啊，他很 gentleman， 穿西装打领带，一切很整齐。唯一的日本男人就是到处小便，到处小便男人。这个他们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奇观呢、啊。有一次到日本，人家便这个在那个那地方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Kyoto，然后去那个那边是居酒屋啊，居酒屋啊，几个日本人在那边喝酒，喝完了酒呢，他唱卡拉 OK， 他每个都起来颠啊跳啊跳啊跳啊，那酒就拼命喝，也喝了很多，又流汗又有喝酒，喝了西装都脱起来啊，上衣也脱起来了。然后一群人突然间走出来，走出去居酒屋外面，我说到了干什么啊？这些人啊，结果他们排成一排，爬上了天桥，这个天桥上面，然后从上面，哇，像瀑布一样啊！哇、哦，那车子开过去啊，银光闪闪。银光闪闪的，哦，什么时候下雨啊？我跑出去看了啊 ，Japanese no good， 怎么他们是喜欢这样子，到处去尿急了，也不找厕所，随便那个墙壁啊靠着他就小便，马路也小便，到处都小便了，不，他们的种族就这样子。很喜欢到处，另外还有啊，口啊，那个叫什么日本话的这个 taco 啊，嗯，香烟，我知道是 smoke 是香烟，但是日本话叫做 taco 啊 ，taco 吧 ，tobacco 香烟。抽烟就乱丢，啊，乱丢香烟也是日本人，他们香烟烟蒂乱丢啊，不算是垃圾，这是正常的。日本人很喜欢抽烟，也很喜欢喝酒，哇，真的，不知道怎么讲好。总之，他们小便是出了名的，还有尿也是水，尿就是水了。那日本人发明喝尿，啊，是日本人发明的啊，喝尿。说其实不是日本人发明的，是中国人发明的。中国人的童便，孩子啊，童子便，叫做回龙水。头那一段，小便头那一段，他不喝。就剩中间那一段，尾段也不喝，那个铜便还可以治病。日本人可能是看到中国的这个伟大的历史啊，这么伟大五千年的历史，居然汉药里面有铜便，小孩子的便，居然是会治病，有营养。真的，你身体的营养收了以后，变成尿的时候出来还有剩余的营养，你没有喝干净，所以就把剩余的营养你也给它喝下去，就是饮，就是 drink pp 啊drink pp 这个
饮尿的，因为喝尿煮说只可以治病，那么流传出来大家都喝尿，希望日本人也发明这个吃大便煮啊，吃大便煮，因为大便哦，它还有剩余的营养啊，你只要把放一些木炭啊，那让大便流过去，把那个臭味给它去除，大便是去除臭味，那把木炭是去除臭味的，把臭味吸掉，出来的东西高高的，对，有点像那个 peanut butter 啊 ，peanut butter 啊 ，peanut butter， 而且给它放上了，再加上一点 peanut 啊，就变成 peanut butter，peanut butter 啊，做成一罐一罐。很香啊，臭味没有了，它里面还有剩余的营养啊，这个说不定它可以治 cancer， 治肿瘤啊，肿瘤始终治不好啊，你吃自己的吐完了啊，用那个制造的方法做出来变成 peanut butter，啊，每天摇一点啊，放在那个 toast 上面，放在 toast 上面，吃起来很香啊，味道又有营养，又可以治病，哇，哦！不知道谁发明这个，能够把臭味去除，把杂质去除，把细菌去除，剩下的营养分。是师尊讲的，师尊发明。就不得了了，真的是，能够发明这个，真的创意啊，这是我的创意，啊，看看谁能够实现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越讲越离谱。不要也离谱哦，现在有人喝尿，就有人吃大便，说不定有一天有人吃大便了，可以治病了。